今日の上野動物園。来了，哎，他会走过来，来，他等一下要走过来，两分钟以后吧。他还真蛮尽责。他不喜欢跟别人一起生活，对，他喜欢自己住。可能遇到刺。来，还不回来？来了。来呀！太阳尽责了，走去，全部的全场观众他都照不到。Is this even cold enough though?